厘米少数的出手。林书伟这个球看到了后面的小屋，让 Q Pirmac 迫降在工程师的禁区。哇哦！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赛瑟夫的优势哦，在这场比赛，只要我多跑就都会有机会啊。这个辛巴还在后面。这个后门再传出来，一定要固定的三分空档，哇，底下刘北已经倒地了，也给了 Jordan Tober 直接摆篮的机会。出来救驾，拉杆再传给辛巴，再灌一个。德威在 elbow 接球，好球，晃过，再给辛巴手扣篮。这是今天梦想家唯一看到罕见的好球出现。来看一下，德威先是骗过两个人，再给到空切的大B哥，拨到陈佑伟手上。来，两分半钟结束上半场，交掉给 Benson， 辛巴才在中线而已。花了非常多的体力。蛮可惜的，暂停前其实只差十一分了，交到 Benson 的手上没进。暂停过后，对方是一波4-0，法师直接爆扣篮。